扮成这样，应该没人认出来了吧？哼，这龚子宇没事公布什么名人榜，害得我到处被暗器高手追杀，真是烦死了。云天之巅向来不问武林中事，为何突然公布这武林名人榜？救命啊！站住，别跑！站住！跟我一样让武林高手追杀，哎，惨了！抓住他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奇怪，这人武功很高啊。明明打赢了还一直叫救命，哼，有意思。别跑，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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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快走。小哥，没事，人全都被你打跑了。啊，来，喝点水。啊，谢谢大姐。这不是水，这是酒啊。看不出来，你武功这么高，胆量却这么小，酒量呢就更小。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叶开。叶开？嗯，不过大姐你不用害怕，我呢虽然是个淫贼，但是淫贼啊？啊，你是说叶开是淫贼？是啊，我呢虽然到处采花，但是我保证对于你这种毫无姿色的大姐，我是绝对不会冒犯的，所以你就不用怕我了。好，大姐，你有吃的吗？肚子饿了。是啊，我第一次出门，没想到山下的东西都要花钱买。所以你这辈子没花过钱啊？都怪我爹，把我保护得太好了。难怪你成这德行了。走吧，大哥我。大姐有的是钱，请你吃饭去。大姐你真好，真好。来，大姐我敬你。来，干。你怎么不干啊？大姐你要慢点喝，这后劲很强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斟了，多麻烦。嗯，走。大姐你知道吗，我在家的时候啊，我爹和我哥把外面的人都说得很坏很坏，听得我都快被吓死了，可是我还是很好奇的想出来看看，没想到初入江湖就遇到你这么好的人，大姐如此诚心相待，有件事儿我要是再瞒你就不好了。其实我不是。小哥，让开，让开。胡雪，让开，你给我出来。胡雪，你给我出来。哎，你们找傅红雪干嘛？我要杀了他，除了我霸王刀之外谁都不配称天下第一刀。你
那个傅红雪提鞋都不配。哎呦！哎呦！飞羽逐魂，你是孔雀山庄的人，知道还不快滚！走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。